喂，Hello， 早晨，我卡洛斯啊，好多禮拜咧冇填詞啦，又冇唱歌啦，啱啱上星期六唱翻歌咧，搞到阿欣都話我老師你好耐冇開金口，啊點解會咁咧？因為今個禮拜三咧有重大日子，就係我哋學校個創下空間嘅開幕，今日帶大家去睇下。啱到嚟學校，我哋睇到啟用典禮啊，準備彩排啦。大家各自有各位，因為依架車咧，一陣間會行出去嘅，所以佢哋要 mark 位啊。而家要 mark 地下個位置。架車係多年前咧係比賽啊，攞全場冠軍嘅。依架都係大家見到係太陽能車嚟嘅，好犀利啊！所以我哋攞依兩架車咧嚟作為呢個開幕禮。咁啊，而裏邊咧黃色門咧就係我嘅創下空間啦，就係依個200萬嘅 project。半個鐘頭內希望能夠做曬呢個彩排，啊，兩日之後就係正式嘅啦。Stand 創下同兩間體育典禮現在正式開始，建立咗一個全面嘅創新科技教育基地，以校本 STEM 體驗式學習課程，提升學生對個人、社區同埋所處環境嘅問題同埋需要嘅觸覺。長者嘅事宜，嚟學校咧係長者都會好參與我哋學校嘅活動嘅，嚇，一個友善社區學校。香港軍會社會服務部主席黃成榮教授，即係我嚟到依間學校覺得好幸福啊，因為個團隊咧係好優質。雖然係我嘅創空間嘅開幕，但咧個個同事都好落力啦，去幫手去處理依個開幕典禮，依個令我非常之感恩。前进，前进，前进进。国歌授唱完毕，请各位向右转。要准备啦，就位啊！剪彩仪式准备开始，我哋一齐倒数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四秒，五秒，六秒，七秒，八秒，九秒，十秒。好似佢斜啲咁嘅，八秒、九秒、十秒、十一秒、十二秒、十三，差唔多。都喺呢一個設計科技上面咧，打造出嚟嘅一個碳學嘅咧自動化咁樣啦，一啲做一啲電腦化嘅工程啦，係裝嵌完成嘅。咁裝嵌完成之後咧，就阿 Sir 教我哋做呢個 input 嘅。好，今日搞掂啦！等過兩日，我哋嘅正式嘅開幕典禮。我係卡洛斯，喜歡我視頻嘅，請你關注、點贊同埋轉發開去。拜拜。